今日你的禮物，哎呀，拿到薪水了，終於還好過出糧啊。機票呢？啊，你就要走啊？不是回台灣的，這機票法國耶，很貴耶。哎呀，巴黎，我可以跟我男朋友兩個一起去法國。你看看另外那張先啦。我有一張法國，一張西班牙。因為今天我帶來這間餐廳是很特別的，它是有一個法國酒莊的餐廳，可以享受到西班牙正宗的分子料理。為何上次跟你說 El Bulli 啊，我今天的廚就是 Yui， 它就是在 El Bulli 出來的一個大廚，享受一下好嗎？是厨师的战场，但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游乐场。今年餐饮界盛行的主厨之桌，名正言顺就是总厨近距离的表演场地。一连两集 ，Derry 会带着我们成为主厨之桌的座上客。这家餐厅是由世界著名香槟品牌在香港一家五星级的酒店中所开设。如果没有酒店职员带领的话，是不容易找到餐厅的所在地。它在一家酒吧后门的隐蔽之处。隔壁就是厨房，虽然这样，工作人员也悉心将人来人往的走廊布置一番，让客人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它不只是一家只品尝香槟的餐厅，在这里没有无敌海景，只有一张长桌供12位客人享用，但是可以看着玻璃后的大厨准备菜式。吊灯是由倒挂碗碟造型所变化出来的，房间尽头墙壁以法国橡木铺面，刻有名香槟品牌家族的徽号。哎，我觉得这里的环境很好，哎，感觉好舒服，好漂亮啊！但是带你嚟西班牙同埋法国，系有咁嘅感觉啦。但是今天吃什么？我可不可以先看一下 menu？ Menu 喺呢度。Menu。Menu 真系喺埲墙上边嘅呢啲字。这个就是 menu 吗？系啊。那到底是吃什么？睇唔明啦。其实我都唔明啊。呢个就系呢间餐厅独特之处。一阵等厨师慢慢话俾我哋知。好啊。因为酒窖是用粉笔记事的，于是房内所看到的菜单都是用粉笔写在墙上。而成为主厨之桌的座上客，主厨要你吃什么，一个姓字放在胸前。主厨之桌可以让厨师即席大显身手，客人在品尝佳肴美食之余，更获得无穷的视觉享受哦。哇，哎，我觉得这个菜看起来好特别哦。Hello. Hi.Okay, so now for the main course, you have got our charcoal beef, which we charcoal at the table for you. Wow. 很漂亮耶。It's dry ice, and then we use our home smoke essence. We have got a perfume maker here, so we just decided to make our own smoke smell, because we wanted to create a barbecue dish. So we played around with different essences of smoke, and then we came up with this all together. So we get the smoky flavor.And taste and smell onto your plate. Wow. Does that smell actually affect the taste of the beef? It does. No, it does, because basically what I use it inside the kitchen, I will smoke the beef slightly. So you have got the taste of it. And then basically when you go into the room, you have got the whole room smelling of it as well. So it's a double. What are these brown things? They are grissini sticks, which are colored with dried aubergine skin color. So to resemble the charcoal.So the whole idea is about the dishes is that what you see visually also makes sense in terms of how it's naturally been done on the outside. So that's the reason why I put charcoal sticks, because it's a charcoal beef. The beef is black on the outside like charcoal,
And the white powder is the ashes. It's the ashes, correct. So okay. The fire just gone out. All right. Okay. Thank you. Enjoy. Thank you. 哎，我真的觉得很有创意耶！这感觉好像是一幅画来的。我就唔舍得食佢啦。那怎么办？我们就只可远观，不能亵玩焉。咁梗唔得啦！你摸下佢系碟咧，都系热嘅。哦，就是保持它的温度在那边。冇错。嗯。系咪真系好似出咗去户外嗰度露营嗰阵时候自己烧块肉咁啊？嗯。当然，我自己不可能烧得这么好吃。我觉得它外面这层，就是让人家以为是感觉很像炭烤的那种感觉的那个炭的感觉，我觉得很香，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就是说烤肉的那种焦味，不是的，对对对，嗯，块牛肉几靓，你睇。我今时今日嘅名厨，除咗要识得煮餸之外啦，仲要好识得做呢一个碟上面的裝飾的，如果不是的話，你很難給到人的驚喜。碟上面的那個功夫要下得很多，那既然是這樣子的話，其實也不能是把它擺在那邊看，其實這旁邊的東西都是可以吃的，對不對？對啊，所有都可以吃。那像比如說我們是應該邊吃這主菜，邊嘗試旁邊的這些裝飾品。好像這個就是它用 Grissini 做的，就是一些麵包條，再整到它這麼深色了之後，就好像那些即是炭爐下面那些樹枝咁咯，好可愛啊！像我覺得，雖然說這兩本身的味道都是比較濃，那和牛的味道呢，它就是說略帶鹹味，但是我覺得它旁邊的這個配料的感覺，它是很強的。嗯，我覺得是兩個是有一種衝擊的感覺。那我現在想要嘗試一下，這個感覺會不會是另外一種感覺？很甜。然后我觉得加起来的话，就是你会感觉到那种田园的舒适感，以及呢不会让你觉得说，因为味道每一个都这么强烈啊，然后就会觉得好像比较容易腻。我只会喺度谂，如果我喺一个田园上边度 barbecue， 我会唔会舍得用和牛嚟去烧啫？但真系好正。当有朋友请客的时候。就可以跟他讲说，你一定要用这样子，因为你试过了，这个味道非常棒。这一集跟 Derry 吃到这里，下一集继续带大家看一下伍菲为我们炮制的美食，下一集见喽，拜拜。And it lies, no more twisted like a hen in school. We them ancestors and remember them. More daddies where they should. No more rallies, all is good. Every up and Mickey D's put a valleys in the hood. No more suit drama.